慢行挖挂，有没有挖挂哈？大概看来眼睛很不舒服。哎呀，好像直接冲到你那里。对。好欢喜，好欢喜。天子的告诉啊，他有一个刚刚不是，他有一个故事，我忘记了。他这个时候好像也是说叫鸡蛋，啊，你要干嘛？
是要签多少才不要签？说的签我一样的，签我签。搞的这个。有时候如果那个太重的话，拿下如果比较重一点，那水可能会比较颜色。你用头发？行程录影可以请适合的老师，适合喝茶的老师，然后两个应该是茶席布置的，茶杯，茶席的礼仪。啊，四个评审的丢了。看他敬礼呀，还是他们两个互动都包含在里面。然后茶汤喝起来的三杯的稳定度三号嘛。比如说你这个比赛要选二十分钟，就泡三号。三号的茶汤的稳定度跟三杯。他同学的。哎，对他们班的同学。啊，今晚水装，你平常会搞完没啊？哎，平常装。啊，就是互相搭配我那个啦。